在二轮乡大义村有一丛百年的大青啊，这青啊有偌大嘞？是需要将近十个人才有法度将伊围起来，因讲是非常的大。相传是伫前总统蒋中正出世前两年就种了，经过庄内世代居民照顾之下，现在百年大青啊，除了是乡亲平时抬杠休息所在，更成为地方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呀！六六。五、七、八、六。乡亲一个搁一个将树啊围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总共是出动八大人，才将这丛青啊完全围起来。这是伫屯乡大义村百年的老青啊。刚刚我都只是中心，大家只啊开讲的呢，啊回想较早过去做囡仔的。快乐的时阵，我感觉七八岁、十岁时阵，人家爬树啊，会叫起咱较早过去细汉的回忆安尼。爬树伊就是爬树啊，叫摔落来啊，有哦，足应验的。嘿，尤其阮四个囝哦，细汉拢来遮，拢来遮耍，拢会带大汉。伫二屯乡大义村有一丛百年的老青啊，初度甚至需要八个至十个大人才有法度微调。相传这丛青啊，是伫已故总统。蒋中正出世前两年所种落来，我所知已经差不多百多年，因为上少都百四年以上啊。迄个我是我初步的记忆，因为我较早我听过我阿公讲过，讲伊敢那九月之前有一个敢那登山神啊，人来遮查，大概是蒋介石吼，蒋介石出生的前两年，好啊。迄、那个长，较早长山公，啊来倒头前，啊才会大爬尾安尼，所以他的种法是倒栽落前的，吼、哦，啊才有今日，你感觉讲啊足水，足像迄个博泰迄张吼，迄张迄个标题的榕树。这张老青啊，伫庄内乡亲的照顾之下，如今嘛成为比地方的青阿公，天然的树荫，更加是热天的时阵，乡亲休困开工的所在，以及地方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。对啊，拢来遮开工啊，遮真凉啊。每一年的中秋节啊，来拜拜，吼、哦，特别讲这拜拜，才就留这固定的时间。啊，平时你讲端午节，我阿妈曾经在遮办迄个端午节做粽，嘿，啊，遮个树荫又那时候又算夏季吼，所以讲真凉，啊，即做舒服的休息之地啦。为细汉爬树啊，到老做阿公，含婴仔伴做伙泡茶开讲，这张老情啊，对村民来讲，更加是一个老朋友，来陪伴庄内大小度过人生的每一段时光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